第九届西雷大桥杯网速垒球邀请赛第日前正式开始，总共有18队来自全国各地乡亲组队来参赛。除了难得的机会，大家做伙伫西雷大桥高滩地办垒球场互相交流，相信拢会当留来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大力将球讲出去，赶紧走向一塁。即天伫西丽大桥高团队网垒球场举办了西丽大桥慢速垒球邀请赛，球员是拢相当期待伫比赛中发挥好表现，取得好成绩。我会来参加比赛，因为就是刚好这个杯赛我们每年都会报啦，来这里就以球会友啦，开心打球。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拿到佳绩，替我们麦寮打出一个新的气象。慢速垒球和棒球不仅有球的大小不同，各防守的球员数不同，球场大小球数也不同等等，是更加适合大人小朋友做伙来拍。棒球的话门槛比较高嘛，球速很快，打出去也比较强，然后守备员少一员，垒球的话多一个守备员，所以就差蛮多的。虽然它门槛比棒球低一点啊，就是可是还是会需要进行一些守备训练啊，或者是基本的体能，就是会偶尔跑跑步啊这样子。西雷定公所举办球赛，唔那是希望透过运动，让大家变健康，球员互相交流以外，嘛做出让更加多人来到西雷，促进地方观光发展。我们这里垒球场呢是102年呢完成的这个球场，然后大概有5架左右啦吼，5架啊，大家看得到的吼，咱的场地整理甲真水，因为平常时公所拢有请人来维护，然后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些18队的所有的球队的这些选手们，个球赛完之后呢，能够到西螺的我们的老街啦，还有我们的妈祖庙啦，还有我们西螺的小吃呢逛逛吃吃，然后买一些咱在地名产、咱在地伴手礼。不管是不是有比赛，公所嘛欢迎乡亲有闲会当带着亲戚朋友来到这拍球运动，充分运用这个所在。记者谢宜兴采访报道。